据卫福部的统计资料显示，每14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的父母需要面临照顾爱妻儿的挑战。父母因为孩子的特殊需求，在经济或是人力上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。邀请您一起帮助爱妻儿家庭走出困境，每个月只要300元，持续一年就可以帮助爱妻儿家庭，还有可以收到天使星家族的环保收纳背包。邀请你一起跟我们打包友好，分享爱。